近日由袁泉主演的话剧《活着》在北京某剧场演出，话剧开始前十分钟，夏雨匆匆赶到剧院为妻子捧场，而在演出结束后，两人牵手从演员通道走出来，绕了大半个剧院后来到停车场，最后驾车离去。整个过程两人始终十指紧扣，甜蜜之情溢于言表，看来此前困扰两人的离婚传言可谓是不攻自破了。